人一进来就出去，还有的人还未看完就会随手给一个赞，因为他知道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就是对年轻人最大的鼓励。今天还是拍了一个三只小鱼的段子，哪怕只有一个人给我双击，我也感觉知足的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奋斗并且努力的年轻人，马上点那个红心，喜欢加关注。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，让我给他抓个龙王，抓个三太子，我是抓不到的啊，但是这么大的龙虾我还是能抓到的哈。告诉你们吧，就这龙虾还是我自埋自挖的啊。喜欢我户外赶海的，喜欢我自埋自挖的哈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哦。把兄弟姐妹们，如果说给我扔在这个荒海生活个三五个月，不给我吃的喝的，我估计也是饿不死，因为这海边随处可见拉起一根绳子，上面都是有食物的啊。双击是每个作品的灵魂啊！咱家老铁既然进来，能不能给我这个作品留下一个双击，关注我，看我直播。迎着冷眼和朝鲜。菜是黄的，不是他们养殖的，还是他的刺啊，还是身上的颜色都发黑？没有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。好多老铁和我说呀，说胖呀，这么冷的天你就不要再拼了。但是谁又能明白咱们这个年龄背后的心酸呢？这是一条啥鱼啊？我不知道远方你有没有见过，见过的扣个一，没见过的扣个二。进来的老铁能不能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给你老弟留下一个免费的双击呢？来，前加上一个小关注，来看我赶海直播喽。